种来这边的。这种路可以下去。哇塞！还有，是，那下去金边啊，有绳索可以攀下去。那里有像一只鳖。北山坑，嗨，大家好啊！现在在北山坑哦，好久没有来了，来去调查一下吧。北山坑街南港西出口，很明显的路了，也是有很多人在调。这边是养鹿场，下雨，其实这边的鱼不太适合吃。马口鱼，哦，无锅鱼，哪口鱼？马口比较发展，
当地居民还是很多垃圾丢在这里啊。不服，好吧，不太服。这种通常都有西哥大的，一个人回来把垃圾人丢垃圾。小毛孔，一个。这边一样有螺类，可是它这边没有什么黄鳍。
我是鲫鱼吧？阿福，一只货，鸡哥数量蛮多的，没有管的。那些垃圾丢在这里，一百年之后也是冲到海。那你，哦，夜鹭，好多只哦。顺便带走一袋垃圾了。
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还算不错，发现到一些不错的点，下次再继续来调查吧。好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